主料，长豆角800克，辅料，葱2根，盐，生抽，鸡精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长豆角洗净掰成3-4公分的段备用，蒜和葱切好备用。热油锅放入蒜和葱爆香，然后放入豆角煸炒下，加入少许清水焖至豆角熟，加入盐、生抽炒下，最后把葱叶放入炒下，出锅时加鸡精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盐一定不要放早了，豆角快熟时再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